谁呀？哎呀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我以为谁呢？这不燕儿吗？你看，这家把我吓的。咋的？上公园来找我，跟我约会来了？哎呀，你看你这人，想的倒挺美啊。说正经的，有正经事找你呢。正经事？嗯。行，说吧。只要是哥能办到的啊，赴汤蹈火，再说不迟啊。嗯，那你借给我点钱。你刚才说啥？我说我借你钱。燕燕，哥这两天吧，不怎么喝水，有点上火了，就这个耳朵呢。总是听不清楚话。你刚才说啥？我说我借你点钱。听见了。燕燕，你说你借给我钱，也不用这么大声的喊出来呀，是不是？不用，哥有钱花啊。我说我借给你。哎呀，不是，是我借你钱，你借给我点钱，不是我借给你啊。爷，真不用。你说哥虽然说是个光棍儿，收益也不高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哥这个平常的零花钱是够用了啊。你这心意哥领了。那我借你点钱，我请你吃饭。啥？你说啥？我说，你借给我点钱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说，你要请我吃饭？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人，我说我借你钱，你听不见？我一说请你吃饭，你倒听得一清二楚啊。燕燕，不用借给我钱，真不用借给我钱。哎，不过我听说，前两天咱们城里啊刚开了一家这个砂锅店，哎呦，那档次呀可高了，那人家都说可好吃了呢。就是哥最近身上一直都没有钱，也吃不起呀。走，正好今天你请客。哎呀，行，坐一边去吧。燕燕。你说你啊，太不够意思了。爷爷，这是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萌子。萌子，这是爷爷。你好。你好。那个，你们聊着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行，勇哥你慢点啊。好。那个，燕燕，走吧。嗯，走吧。你多大呀？啊，我今年25。哦，那咱们两个差不多大。啊，差不多啊。你多大了呀？哎呦我去！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？我告诉你了，25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健忘，记性不好，我给忘了。哎呀，那你有健忘症啊？那我觉得咱们俩不太合适。你说，
以后咱们要是结了婚的话，这水油都在同一张床上，万一那一天早上你得把我给忘了，你得说我非法入室什么的，这我可接受不了这。哎呀，其实吧，也没有那么严重的，瞧你说的。啊，没那么严重呀，那就好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到那边接个电话先。啊，行。包挺不错的。哎呀，啥都有呀！哎呀，唇膏、手油。呀，妈，我知道了，钱我放在包里呢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啊，哇，那不是勇哥刚给我介绍的对象吗？我这相亲呢。嗯，相亲。嗯，行，那等我忙完了我就回去。哎。哎，好，放心吧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久了。没事。哎，不对，怎么没有了？什么没有了？钱呀，我刚提出来的钱呀，没有了。钱？嗯。多少钱啊？5000呢，怎么就做不到了呢？哎呀，5000，这那可真不少呀！你好好想想。没有。你好好找看看。呀，哪去了？我呢？你们俩谈怎么样？他把钱丢了。啊？把钱丢了？嗯，爷爷，你把钱丢了？啊，找不到了。那你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啊？是丢那儿了？我没有啊，我刚才我就到那边接了个电话。那你上那边找找吧，应该丢那儿了吧？哦，行，那我过去看一下。嗯。啊，都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呀，他刚才就上那边接了个电话，以后回来以后就找包，这就说钱没有了。我刚才确实是碰他包了，但是里边没有钱。你真没拿钱？我没拿，我真没拿。那你没拿，你让他搜身呗。哎呀，我不能让他搜身。我身上这正好也有5000块钱，这是我今天上午去买猪刚赚的。那你喜不喜欢他？还行吧。喜欢。那不就行了？那你给他把钱放包不就行了？这能行吗？能行。没有呀，这在这儿。那个爷爷，那个钱好像在啊，你过来一下吧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爷爷。你看这钱可能放在包了？没有，刚才都找过了。嗯，我觉得可能就在包里，要不你得找找。都找过了，没有。你得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嗯、
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啊，这个钱，他应该就在包里。哎，我们得找找吧。哎，真有钱，是吧？在包里，是吧？嗯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啊，那五万块钱啊！啊，我忙完了，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。龙哥，这不咱俩赶紧走吧？嗯。这又出来个五万块钱，这我现在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了呀！等会儿，万一他要是说那五万块钱又丢了，我哪能赔得起啊？我操！是吧？赶紧走吧！走啊，好行，那我咱们一会儿见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这怎么也有钱啊？哎，怎么两分啊？哎，萌子。救你呢！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肯定是发现那五万块钱丢了啊！这赶紧走吧，哪能赔得起啊？哎我去！萌子，对呀，这怎么还多出一份钱来了？萌子。